我已经找到你，又三半年了，为何还寻不到你？ 追入万劫深渊，他早已是凡尘，你们缘已尽，放下吧。纵使万劫不复，也绝不放手。我定要寻到他。 小心！
师兄，师兄，蔡澜哥，师父要有百年的修行，有了这些心，便可给师父炼丹疗伤了。眼下只需再寻一颗蛇心，便能治好师父恶疾。走，我们速回道观。姐姐，有了这生魄护体，你就可以入那鸡灵山结界了。眼看望月将至，正值青蛇弱甲之时，到时再取他的性命，还不是易如反掌？事不宜迟，这几日你们不要惹事，我去去就回。师兄，还有一次，是只大妖，飞！对面就是鸡灵山了。听师父说，鸡灵山妖物横生，迷雾重重，圣人是无法进入的。妖来抓妖，鬼来抓鬼，天命所归，怕什么？天有异下，三日后望月将至，道清大人就将进入下一个轮回。青姑娘她，金儿还是放不下，执意要寻。当年道清大人私将灵树之果、奇遇果渡给他，助其渡雷化蛟，因此遭了天罚，被打入轮回。都说生劫易渡，情劫难了，青姑娘忘不了也是常情啊。如今奇遇果已与蛇心相融，若落入恶妖之手，人间必遭浩劫啊。灵力每在轮回之度时显现，此事定会引起众妖觊觎。眼下是青儿最危险的时候。紫月大人，有人擅闯鸡灵山。翠兰哥，这里枯枝交错，没有生气，不像是普通妖气所为。天地骤变，氤氲巨浪，可绕了时辰，想必修行千年之上。大家谨慎行事。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道清，真的是你吗？酒糟了，好嘞。富贵今天好漂亮啊，前两天说一起去看月亮。哎呀，待会儿再说吧。要不今晚上去吧，富贵。哎，给个痛快话。哎，今晚上去吧。没空，没空。富贵。你是谁？你终于醒了。这是哪里？你不记得我了？啊！多谢姑娘相救，贫道有要事在身，告辞。德清，果然是你，我是青儿。青儿姐姐，青儿姐姐，听说到，哦，青大人。不是，乐耀，放开我！小道士，你前世与妖为伴，与我爱得死去活来，现在反而痛恨起妖来了。什么前世？一派胡言！不要乱动，你的亵渎还未痊愈。你究竟是谁？若你敢再靠近一步，休怪无情。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无情。方才你救我一命，现在我也放你吗？别再跟来。我寻了你几百，怎能由你说走就走？胡闹！姬灵山受结界保护，生人和修炼五百年以下的小妖，若想闯入，法力全无。若不因为你是我的道亲，早心里惊破长仙了。
好久没活动了。爷爷啊，别闹了。青儿啊，这人的相貌可以以假乱真，但其秉性绝不是道清大人。望月将至，生人入我鸡灵山，一定会大乱的。本自一体，他感觉到你有危险，所以来救你。师弟，你果然是道清。妖言惑众，你到底用了什么法术？快放我下来！体内真气混乱了，肉身凡胎抵御不了这里的灵力，若要保命赶紧送他回去。送他回去也要受横死之劫，再入轮回往复，今世相遇也是天意。
就知道你下不了手，不知好歹。带你去个地方。哎，爷爷，姐姐为何这般执着？要么就是月哥哥，月哥哥就温柔许多。千年以前，一颗天界的灵果意外落入人间，在鸡灵山上生根发芽，修为数仙，取名道清。道清与我日日为伴，后来他为助我渡劫，将奇遇果炼入我体内，因受天罚，注定世事死于非命，不得善终。你是道清这一度的转世，所以你能与灵树互通。这是引路灵，双生二灵，可以相互共鸣，寻找彼此，也是我和道清的定情信物。还有三日便是望月之时，是他也是你的生死劫，只要将灵树内残留的一息魂元与你相融，便能了结这场磨难。你与我这般纠缠，对你究竟有何好处？当年我师父就是被蛇妖所害，终是恶疾缠身。我以立誓，要杀尽天下所有的妖。今日落入妖巢，算我技不如人，要杀，要剐，随你。青儿，每事他皆有自己的使命，这是天意，若他不甘愿，这一息残魂也注定没有归宿。你是谁啊？
在我的地盘你也敢撒野？哼，想不到妖界大名鼎鼎的青蛇竟然连一个小道士都搞不定，更想不到视妖如敌的臭道士竟然和一条蛇妖暧昧不清。你望月将至，杀了你，取了那奇鱼骨，便能助我永保肉身，省得天天吃人精魄，惹得你那心上人烦闷。伤我几回，偿命来！是雄黄，哼，卑鄙！蛇，蛇妖，师兄，生性善良，若是害人的恶妖早已惊魂尽失，你若不信也是天命。你走吧。德清，我是青儿啊。德清，我终于寻到你了。德耀，放我下来！魏玉为救徒儿又受重伤，都怪我没用。不大简单，如今只差一位蛇心之血，
就可化解为师身上的妖毒。蛇形啊，师父，您常说凡是妖邪无一不恶，不能对他们心存善念，否则就是给苍天留祸患。但师父，天下的妖皆是恶妖吗？徒儿在鸡灵山一日仿如梦境，明明是蛇妖，却毫无恨意。徒儿迷惘了，生来灵力异禀，自然招引妖魔，他们最善迷惑。不过善恶有报，人妖神三界有序，为师苦修道法，就是要杀尽天下妖邪。只是为师这功力被妖毒所困，每况愈下呀。当年我双亲被恶妖所害，若非师父舍命救我，亦不会连累你被蛇毒侵蚀。徒儿定力尚浅，被妖气迷惑，还望师父责罚。哪里，人各有命，这也是你我师徒二人的善缘。近日这罗阳镇恶妖横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罪魁祸首，护百姓性命。上承阴阳，下是八字，这分明就是蛇妖的齿痕呢。只要你晃动它，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来到你的身边。九儿没事了，这一世他与妖不共戴天，也是天意。天意捉弄，翠兰哥，不好了，出事了！上上，师兄，上，
别怕，让我看看。小妖，小妖！又是小妖，师兄，怎么办？灵儿，现在带回道观一只，尽快查清他方才的遭遇。嗯。雀翼，你带几个人，跟我留下来看查。是。雀翼，跟我走。是。香甜的味道，你的魂魄果然比那些莽夫可口多了，难怪青蛇都为你着迷。别碰我！生气了？我还不是为了修得一副好皮囊，讨你们欢心。爱是坏酒。等我杀了那青蛇，再吃了你。别做梦了，他是不会来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来还是不来。道歉有危险。胡闹！明日便是望月之时，是你寒气最浓之时。离开吉灵山，你妖力会下降，这寒冰之毒也会让你魂飞魄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更要去。我要他这一世活下来。
待花瓣尽谢之时，我留在其中的灵力也会耗尽。你只有一天的时间，一定要在那之前回来。子渊，只要过了明日，我再不会与他纠缠。青儿，往复循环，皆因知己，这也是你的劫。妹妹可是稀客呀，我的人你也敢碰？把他放了，否则我血洗了你这烟花地。口气倒是不行，看来青掌柜对这小道士动了真心。快走，这里有埋伏。你快走啊！望月之日，正是你身体极寒之时。我早已将这里布满寒天咒，乖乖交出奇鱼骨，饶你一条小命。卑鄙！哪来这么多废话？你对这小道士还真是有情有义。那血丝精是我杀的，冤债有主，你要报仇冲着我来。好啊，那我就先杀了你，泄我心头之恨。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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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兰师兄他。他怎么了？孙兰师兄他被蛇妖迷惑，不知去向。师父，师父，是真的，我们亲眼看到师兄抱着受伤的蛇妖离开。这不可能。众弟子听令，即刻捉拿蛇妖，一旦捉到当即诛杀。是。看来他真的是被蛇妖迷惑了，若是发现也一并拿下。师妹，别太难过了。
你找我？你我萍水相逢，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以前大清叫我齐雨。齐雨？不过大家都叫我青儿。你这样舍命救我，其实因为我是刀青。是刀青，也是你啊。只要你能活着，我若要都能一缕魂魄，那便来吧。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相信你。魂魄完整了，你会失去所有的记忆。那你呢？这之后我会回纪灵山，不再与你纠缠。但在那之前，我要当面向师父请罪。刀青，寻了你三世，如梦一般。此去一别，再见不知何日。愿我如风，长侍君怀。青儿，你看，这是什么？许愿树。百姓们相信古树具有灵力，挂在树上的布条，便叫愿望。许了什么愿？什么是许愿？许愿就是希望你内心所向往的事情能够实现。这个吗？嗯。那你许的什么愿？秘密。那许愿都会实现的吗？会的。那我也许一个。好。这玉牌对你很重要吗？这玉牌是师父所赠，我是孤儿，师父将我教养大，这玉牌我从不离身的。孩儿，师父，莫被这蛇妖迷惑，快，在这降住。妖，一分善恶，
镇上祸事并非青儿所为。青儿，看来你被这蛇妖迷惑至深。师父，青儿，怎么了？没事，花瓣已经落尽，没时间了。走，我带你离开。天罡正气，朕蛇妖身心。不是，师父，徒儿道心为师，前因后果皆可解释了。师父，他为救我出丧，作恶的不是他，你们误会了。这下你满意了吧？都是你害的，他重伤师父，你还对他留情？为什么会这样？妖，果然还是妖吗？下不了手，让我帮你。再不要被情缘所苦。
请蒲高九天仙罗达那东冈泰玄斩妖伏邪渡人万劫终身神咒元始玉文持诵一遍却并延年安心五月八海之文魔王束手是为我玄凶会消散道气长存林立自然晦气分散东正玄虚黄狼太原八方为神使我自然灵宝复命蒲高九天仙罗达那东冈泰玄斩妖伏邪渡人万劫终身神咒元始玉文持诵一遍却并延年安心五月八海之文魔王束手是为我玄凶会消散道气长存林立自然终身神咒原始玉文持诵一遍，却并延年安心五月八海之文魔王束手是为我玄凶会消散道气长存灵力自然会走太原八方为神使我自然灵宝复命蒲高九天仙罗达那东冈泰玄斩妖伏邪渡人万劫终身神咒原始玉文持诵一遍，却并延年安心五月八海之文魔王束手是为我玄凶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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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师傅其主人获得新生，这奇鱼果果然是神物啊！多亏你那好徒儿，功不可没呀！从找到他的那一刻，就知道他是道清的转世。多亏了你，略施小计。就让他们遇见奇鱼果可助主人功力大增一统妖界哼要不是蛇妖与道清沆瀣一气我又怎么会被封印数百年畏惧在一个破道士的身上杀人诛心主人棋局高妙用崔兰引的青蛇下山离了姬灵山那青蛇必死无疑如今大事已成你我可共享那神果了可醒了醒了青娘青儿姐姐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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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儿姐姐醒了醒了真好是啊是啊醒了醒了醒了青姑娘感觉怎么样啊太好了为何身内空无一物我的心呢都怪那个道士是他是他读了姐姐的心子月呢
今我法力尽失，命同凡人，再也不能保护吉林山，守护你了。都怪我，一切都是天意。你怎么那么傻？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保护好自己，别再受伤。我们不走，我们要和星姑娘你还有紫月大人一起保护这吉灵山。保护吉灵山，保护吉灵山。孩子们，吉灵山想好了，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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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儿，吉灵山要是没你照料，哪有这些年我们这么多逍遥的日子。不走了。对，是我们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你，五百年前我明明封了你的诸神法力。你的心，就是破解一切的阵眼。我还是要谢谢你，要不是你封住了我的真身，掩盖了妖气，我也无法在人间自在。还能奈我何？唯有你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现在你那千年的道行尽在蛇心之内，青蛇因果不空。
到你了。教你这么多年，好，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父母之事亦是我所为，我视你为父。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你本是我手中一枚得意的棋子，可惜。这一世，我本想了解你的宿命，却还是连累了你。你许了什么愿？许愿？嗯。什么是许愿啊？许愿就是希望你自己心里所向往的事情能够实现。
青蛇，愿把一身修为交还天地，只愿换回翠兰魂元，还他一世周全。那你许的什么呀？明明，山河可见，地角天涯，青儿这一世换我来寻你。若有来世，你不需记得我们前尘情缘，做个普通人，与所爱白头终老，一切苦难我为你一力担当。长相思。